多换钱包有什么用途？它可以办很多卡，像信用卡、信用卡、悠游卡等等，还有付钱包的备用工具。一般我们用的钱包都比较大一点，这样放在口袋很难完全放进去，这样是比较不安全，而且容易被偷。那这个多备用钱包就很派上用场。我们将卡放进去，咻！如果要拿卡出来，这边有凹的地方可以把它推出来。那除此之外，它还可以放几张钞票，很智能的钱包。放口袋完全不用担心被抢或被偷，很安全。先去下载淘宝赖，可以选 FB 或 Google 注册，在后台填入自己的登录信箱、手机密码，然后住址，这样就完成就可以淘宝购物了。再选择想要购买的商品，付款可以选择支付宝或信用卡。台湾通常都没有支付宝，这没关系的，还可以选择超商付款，这也是很方便的。就是直接运送，但如果你有选购多样商品的话，可以选择直运，这样可以集中商品一起运送。以上就是淘宝的基本购物流程了。